公演啊，今日幾多號啊？嚇，應該係咪23號咧？係啦，3月23禮拜五，係嘛？遲啲有遲啲啦。依家就啱啱坐緊吊車上山。啊！南區呢附近，那咁阿雪哥，侬总之是大雨伞来出嘛，还要过啊！你讲大雨伞来出，要朝只水井啊，就是讲，搿只龙啊，就是不让人坐的。搿么下头看得到，搿么讲你总算吓了，你总算胆子大了，你。一条公路侪看得到了。哎，侬低温看得到，搿么你都真的吓了。你腾空了。又是侬哪能人有个心理作用，就是有点地板像人家玻璃的，侬不敢踏上去个。哎，是吧？你像商场啊，啥地方啊？哪里哪里赢啊？哪里到哪里到？你赢了，你要赢啊！没赢啊！我赢啊 ！OK。你下去了啊？打哈的啦！我赢了。我就是打哈的啦！就等个那子，侬不要看下头嘛，你也不哈，侬看远。侬看远。哎，看远。这个雷声粗啊！这雷声粗。人家有辰光下来呢，不坐缆车下来了，坐自动电梯下来了，葛么又到地方看个了嘛？侬坐缆车我看不到了，我就坐过了嘛，已经。对个，啊有的，自动电梯就是阿拉埃面过去个。不是，阿拉不是坐火车，不是个，临江旁边头一条，阿拉坐火车以前也没个，新个才是。搞阿拉上次来呢，也居住个地方，为了弄呀，就是个，但差不多侪弄好。基本上，香港靠那个的，香港现在靠那个的一部分山没开发，别地方山基本上我看看侪开发了嘛。侬刚刚讲这个树，也还好好的靠海造山。嗯。伊噶许多个山树对吧？侪靠自然个。嗯。当然了，侬搿山侬哪能去淋水，勿是天然的嘛？靠落雨、雨水。OK。